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叔食记》。过完年都想吃点清淡的，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炒黄瓜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把黄瓜去掉头尾，把黄瓜从中间一切两半，再切成四等份，将瓜瓤切下来，斜切刀块，切好放到碗里，撒一勺盐，腌制五分钟。黄瓜处理好，再切点火腿肠丁。锅里热下油，分别把花椒和蒜末倒进锅里炒一下。炒出香味，把黄瓜倒进去翻炒。把黄瓜炒软，倒入火腿肠一起翻炒均匀。最后放点生抽和鸡精一起翻炒入味，就可以装盘了。清淡营养又美味的炒黄瓜就做好了，快去试试吧。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，再关注哦。